橱窗请了只可爱的小猫，你是怎么钻进去的？换一个方向睡觉啦。Hello， 小花猫，不要吵你了。Hello， 睡得好舒服哦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你是怎么爬上去的？这里又没有西风让你爬，你真会躲。拜拜。